受广东暴雨影响，昨日正进行的肇庆登山越野赛被迫中断。有网民发影片讲话，受强降雨天气影响，肇庆鼎湖山100越野赛启动熔断机制，多人被困在水流侵急的河道入面，旁边有人正在施救。当晚赛事组委会向南方都市报表示，比赛已经及时中断，所有参赛选手都已经顺利抵达安全的区域。据网民发布的影片显示，因为暴雨，越野跑途中发生山洪，河水浸过参赛者的腰部，很多参赛者都着住雨衣，但依然无办法抵挡大雨。工作人员和参赛者在山中的房屋中避雨，旁边还停有警车。来看看勇士们。